用声音导航，重新出发，山卡拉朝圣之旅。欢迎你收听山卡拉朝圣之旅，我哋再次出发啦！响呢一个节目里面咧，有我玛利亚同埋阿坡。大家好啊，阿坡上次咧去咗两个隐修院，啊、今日咧我知道去一个好出名嘅地方啊，系啊，呢、这个咧系。圣方济各沙弥略的出生地都是西班牙的，大家记得我们还在西班牙。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如果大家听众可以听回以前我讲过去的地方，就是大约我们在西班牙的东北部一路进发着、啊、就是向着北面小西北的方向进发着的。是北上。是啦、啊。去到这个地方的城市的名字直情就是沙弥略，就是圣方济各沙弥略，这个天主教的圣人。就是那个整个摊叫 Savior。是啦、啊。就是、因为圣方济各沙弥略是在沙弥略那里来的嘛。是啦，就是这样的。哦 ,OK, 那听众不知道这个圣人是谁呢，这个就是一个天主教圣人，他是在16世纪的人来的。是一个耶稣会的神父。嗯、他的背景都挺特别的，真的。为什么特别法呢？首先呢，看看他的屋先。现在就是他住的城堡。哇，他很有钱的，好大家喎这间城堡。你知不知道他老豆是谁？Mr. Savior, Mr. 我不知道。他的爹地是当时的财政司来的。财政部长来的。财、哦、政部长，咦，那可能兼埋哈、啊、应该都有些储蓄、啊。那当时是欧、就是、洲的制度，他是、就是、当然很有钱，住的是个城堡。而且城堡呢，看印象我自己去到的感觉呢，第一件事想起是什么，你知道、我知道。我仔最喜欢玩的那些就是 LEGO 了。其实就是 LEGO, 如果你玩 LEGO 呢，砌的城堡呢完全就是这样的样子，它一间正正方方的，中间有个塔，有些旗在飞下飞下，就是这样的。还有那些粒位呢，之后就有些士兵在那里射箭啊。是啊，它真的还有一个护城河，有一条桥开了门、哦、过了桥入去城堡样。真的，这个真的很 typical 欧洲城堡look。好得意的，我觉得撇开你这个朝圣讲的真的即是整个这个真的很梦幻的一个城堡。好嘅感觉噶，我呢个几值得去睇嘅，真系。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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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可唔可以想象喺呢度住啊？系咯，我就觉得即系我系好有心，就想睇到啊，圣方济各沙弥略呢个圣人细个住嘅咩地方咧？咁我真系去到佢住间房，系啊，即系平时去食饭嘅地方啊，摸下佢个墙咁啊，即系咁啊，感受佢当时个感觉系点样的？即系呢个城堡而家俾游客入噶。因为咧，这个城堡而家已经被耶稣会去拥有咗啦，佢都买翻呢个城堡翻嚟。咁而家当然咧，佢就展览好多即系圣方济各沙弥略嘅一啲生平啦，同好多展览入边睇到。哦，即系变咗一个好似博物馆咁样朝圣嘅地方。系啦，而入侧跟咧，亦都有间圣堂嘅。系，佢其实以前你知欧洲啦，宗教好重要，所以佢圣堂都会起埋喺侧跟喺入边嘅，所以你就、哦、即系落楼下就去间圣堂咁样噶啦。哇，好啊！你讲下咧，你入到去嘅感觉啊？入到去咧，当然你唔会惯一个城堡嘅环境啦，即系你唔会日喺城堡度住咁，觉得哦，即系几你可以话好冰冷嘅，因为你始终周围咧石头啊咁样，同埋间屋大到爆咁样，你好似人影都冇过咁样，周围啲武士嗰啲暗系系系，之后会唔会有个管家喺楼梯嗰度落嚟？你有少少觉得系啊，可以好啲咁嘅城堡住系点嘅咧？即系唔知嘅，即系想象唔到，因为我哋又唔系欧洲人啦，即系要想象唔到啦。咁但系喺个。即系你谂唔到圣人啊住嘅地方系咁嘅样子、特别系如果真系了解圣方济各沙弥略嘅，佢做过啲乜嘢？你觉得真系估唔到，因为圣方济各沙弥略做过啲咩？就系佢真系嚟过亚洲传教，系啊，去到日本系嘛？喺日本啊、印度啊、马来西亚，同埋佢系好想去到中国，终于系真系啱啱去唔到，喺个岛仔嗰度，啱啱等架船去驳去中国时，佢就啱啱病咗，咁就啱啱就过身啦。哇！由呢一个欧洲堡垒高床暖枕，系啦，去到有钱嘅城堡，系啦，去到呢个亚洲地区传教，即系个旅程都几远。同埋你真系
搭都搭唔到条线即系你有啲错乱，系啊！呢个城堡啊，好靓咁，欧洲人着啲好靓嘅衫，实仲系咪先？即系喺个城堡度住咁样，去亚洲印度嗰喺嗰个年代，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嘅年代，系啊，系啊！即系你谂都唔谂到点样可以，你可以系适应到嗰个大嘅转变。咁对你嚟讲有咩启发啊，庞？咁啊！即系谂翻起圣方济个故事，同埋咧，我真系想分享好有趣，因为我即系嗰一年去呢个朝圣啦，我同一年咧，其实好有幸咧，我都去过马六甲呢个地方，马来西亚嘅马六甲。哦，咦，系咪即系圣 Francis Xavier 去过地方？因为去过啦，曾经去过遗体咧，都摆咗嗰度一段时间嘅。咁、哦、我直情去到去嗰间圣堂嗰个摆去遗体嘅地方，去咗朝圣嘅。咁、我觉得好特别，因为我同一年入边、去到去。出生的地方和他撞我的地方，我觉得跟这个圣人很有联系，我会想起很多他做过的事而去给自己一个启发、不如说一点他的生平好吗？好啊好啊，刚才说过他出世是很有钱很有钱，他是他最小一个的，家庭中最小一个的、后来他就去了巴黎读书，这个很重要，他在巴黎大学、撞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影响他一生了，他就撞到圣依纳爵。哦，原来认识得嘅，我梗系啦，系啊，就系佢当然圣依纳爵就叫入会，咁佢就系咁教佢啦，叫佢即系好似话放弃呢个世界嘅嘢，你要跟随天主。初头都有啲唔中意嘅，佢初头读其他科目啊，唔谂住做神父，咁但系佢最尾都系做咗神父啦，亦都加入咗耶稣会嘅。咁佢加入耶稣会之后冇一阵冇耐嘅，其实佢就系喺35岁生日嗰日，系咁咧就圣依纳爵就叫佢去。你不如去印度去传教啦，我就派佢去啦。仲要咧，去得好急嘅啫，差唔多今日叫，听日就去嘅嗰种噶啦。急确嗰时咧，真系好犀利。想象下头先讲过少少，即系话你都唔识呢个地方，你可以真系走咁就去呢个地方去传教。你个胆量或者嗰个决心系好紧要咯。呢啲咪就系信德咯，系咪啊？真系唔简单，真系完全你，啊、真系天主嘅召叫啊！呢、这个真系你系想象唔到咯。同埋你要知道呢个圣人去传教嗰个历程咧，佢好艰辛嘅。梗系啦，想当年肯定冇飞机坐啦。梗系冇啦，佢去好耐先去到印度啦。本来就系去照顾下啲嗰时去到嘅一啲西方人嘅，但系个西方人去到又即系搞到乸咁搞，咁啲信仰又麻麻地咁啦。佢就忙到爆，咁佢做到劲 O T 嘅，即系佢同好劳累啊，一定好劳累，亦都唔系好多人帮到佢手咁样。佢后屘就接触到有个日本人。咁就叫去日本，日本传教又好难，你知文化差好，同埋嗰度日本嘅文化同天主教嘅信仰亦都要好多嘅解释，去啲人先明。真系好辛苦，好辛苦。但系我会好佩服呢个圣人，即系喺咁排除万难之中，都有嗰个决心，最尾都仲想去中国。哇！印度又搞完，日本又一乱，搞一阵，咁但系都唔够，仲要想去中国去想见皇帝，去要咁大嘅国家去传教。我可以想象咧，嗰种信德啊，嗰个心火咧，系真系无限量大，先至可以做到啲咁艰巨嘅嘢。我去到啦，嗱，头先提过去嗰间圣堂啦，咁嗰个圣堂入边有个位咧，就写住话圣方济各三百六就喺度领洗噶啦，咁样。哦，咁我会觉得谂翻起佢细个嘅经历，点样培育到呢份传教嘅心出嚟咧？喺个咁地方住。点解谂到啲嘢咧？咁当然咧，即系我尝试去祈祷去谂，去感受一下。而头先你问我有咩会得着到，即系会谂到就系话，我好想有呢份咁坚嘅心咯。即系你知我哋而家系咪？我同你录紧节目都系有个咁嘅心，想系去即系传播一下天主嘅喜讯俾人听啦。咁但系我哋都系话匿埋喺间录音室入边做啦。咁我都想学习到即系圣方济各三百六呢个咁嘅勇敢。同埋呢个真系，哇！呢个心系几咁澎湃，同哇几无数人领洗，即系呢个咁劲嘅心，我真系好想学到一啲，咦，好犀利啊！真系。系啊，咁我相信我哋呢个山卡拉朝圣之旅咧，都系想带大家去多啲嘅地方，但系更加重要嘅就系有一啲启发啊。系。是啊，能够传播福音啊，将耶稣同埋天主好嘅地方带俾人。系啊。咁呢个地方有冇影到相啊？有啊，其实咧头先提过有一个缪斯人噶嘛，系啊，佢展出咗好多咧日本嘅画，哦，系用日本嘅画工画翻低佢当时嘅情况，哇，好 fusion，即系想当年佢去到日本嘅时候，系啦、啊，其实呢个就对我嚟讲就系一个好震撼，亦都好印象深刻嘅一个场景。点解咧？头先讲过啦，一个欧洲嘅古堡，系入边而家挂咗啲日本嘅
画喺度，即系格格，即系一啲都拉唔埋，拉且唔系冷，系咪先？系圣方济各三百六正正就系做呢件事。咁我见到就系、是、哇一个西方人，欧洲人，系欧洲人嘅样咁样、嗯、去到，跟住睇下日本啲画嗰啲日本人样，你大家其实即系喺嗰个年代拉都拉唔埋咁样，但系佢就可以做到呢件事，佢同佢哋一个对话。你日文几难学噶啦，真系系啊！对于个欧洲人，你话我哋中国人容易学好多系咪？因为汉字啊嘛，但系对欧洲人真系完全唔知道你讲乜嘅，真系。咁你去学嗰个语言啦，慢慢去传教，我呢个真系好佩服咯！即系呢个咁嘅对比系好震撼咯！呢个 color 呢个真系即系场面真系好犀利咯！系我睇到呢个 image 咧，即系我可以想象到，哇！即系好似响堡垒食 sushi 嘅感觉。嗰时都想当年圣方济各三日都有食 sushi。系咁，但系嗰种文化嘅交流啦，嗰种因住信仰而可以扩出去传播喜讯嗰种心咧，真系好澎湃啊！系啊，系啊，系啊。嗯，嗱，咁睇完你嘅 image 啦，坡今日咧有冇一个 sound 送俾我哋啊？有咩声音带俾我哋？咁我就谂起一首歌啦，叫做《飞跃之旅》啊。飞跃之旅，哎呀，好听啊！呢只歌，呢首歌系即系一个福泉音乐会嘅主题曲啦。咁同埋飞跃，我觉得好有趣，就系、是、谂起就头先提过圣方济各三日略呢个，即系要飞跃，由呢个欧洲嘅文化一飞啊，飞到去。由印度啦，由日本啦，中国啊，咁即系喺个亚洲嘅文化，喺嗰、那个你要 take a leap 啊，嗯，即系、那个、踏出一步，系唔简一步真系唔简单咯。咁我会觉得个信息系，即、就、系、是、你真系唔好怕，嗯，可能你觉得、哦、自己唔掂啊，我唔识呢样，或者我唔得嘅，但系真系 take a leap of faith， 即系我哋要喺放胆跨进一步。咁我哋人唔可以话即系咁咩都咁缩沙咁惊，即系咩都要放胆去尝试，特别喺我哋嘅信仰当中啦，都要系学下圣方济各三日略咁样，一样有个一个跨越咯。系啊，我可以想象到咧，哇！一踏出去嗰一下咧，其实你要放低好多嘢，放低好多嘅忧虑啊，放低好多嘅未知数。系啊，之后就踏上呢一个旅程啦。系啊，你谂下，想当年你放低呢个咁靓嘅 LEGO 城堡。是啊，就去食寿司，是很不同的经历咯，真系。系啊，咁我哋都好多谢你今日呢个分享啦、嗯送上《飞跃之旅》呢一首歌俾大家。而下一次咧，响山卡拉朝圣之旅呢个旅程咧，阿坡会带我哋，终于都会去到 Pampola 呢个地方啦。系啦、啊，斗牛嘅地方。咁希望下次再同大家讲多啲呢个朝圣经过啊。好，大家再见，拜拜。繁星惊叹俗世之座，众星微弱但照出天际无穷。走过变幻人生，令我不禁回望，似遇见主甘苦喜受与共。当我每日累人生，惊怕俗世险。尚未见好友认同，主说我愿你平安，愿你不再疑虑，赐赠信心将飞跃欢腾主里。跟你信徒凭爱心，抱着同一信念，基督是爱他甘心献出生命。遇困难求合一，竭力复存万世，将心献出同前行的真契。主说我愿你平安，相信奉献交托，救主救人是那么丰厚无穷。今我正是人生，是这刻再无惧，决步向主，要飞跃欢腾之旅。
迷人生，惊怕俗世险恶，沿路途上未见好友认同。主说，我愿你平安，愿你不再疑虑，自赠信心将飞跃欢腾主里。各地信徒凭爱心，抱着同一信念，基督是爱，他甘心献出生命。遇遇困难求合一，协力复全万世，将心献出同前行觅真谛。主说，我愿你平安，相信奉献交托，救主救人是那么丰厚无穷。今我正是人生，是这刻再无惧，决步向主于飞跃欢腾之旅。决步向主于飞跃欢腾之旅。夜里繁星惊叹俗世之座，众星微弱但照出天际无穷。走过变幻人生，令我不禁回望，似遇见主，今呼喜受与共。